大家好，我是狗老表，感谢大家一年来的支持与陪伴。这个时间呢、过得真快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标。今年没咋个过，就到了中秋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年怕中秋，月怕半，孔子就怕猪叫唤。喝两碗蒜，你就在这瞎扯。轻点，轻点，扣大。哎呀，这么多朋友看到电影，是给点面子嘛。把这个给我扯大了、不好意思，各位献丑了。我该还是要把中秋祝福、送给我亲爱的、粉丝朋友们噻。真的是一点哈数都没得。感谢各位粉丝朋友们的长期支持和厚爱。老表以后也会给大家创作更多幽默、风趣、亲切的作品，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十五月儿圆又圆，中秋饼儿甜又甜，月圆饼甜合家欢，幸福吉祥又一年。让最圆的明月陪伴你我，让明月传达我的心愿与祝福，祝福各位中秋佳节快乐开心，月圆人圆，事事圆满，巴适得办，高兴得喊，把那钱儿都要赚惨。我晓得有的朋友会问我，今天为啥子不吃月饼？我想告诉你啊，这个世界上并不缺乏好的月饼，缺乏的是买月饼的钱。哎呦我的妈！再见，兄弟们。